刚刚在他们河上去抓了8个还是7个，不好抓。但我感觉那个爪子是松的，他们有那种摇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刚一抓起来，嘿！哎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错了，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。你在干嘛？他这个怎么这么松啊？ 啊，不是，你不觉得就是它抓起来之后，它会自动把爪子松开吗？它就是有几率的，你知道吧？5次了吧？两个人一共只有10次，是好听。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是，好听。你记得放下去了按两下，放下去按两下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操作？看到了吧？按两下是什么操作？这是叫神器。叮叮叮叮叮。按两下是什么操作？就是按一下，两下按两下。对。哎！你们都抓到了？对。 抓整个吧，看吧，是不是？这什么操作？哎，就这个，刚好头卡住了。哎，有毒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 哇哦！谢谢。Cool。